我报个小料不过分吧、啊、咱们霍华德同志啊在那边啊嗯，那不是正常吗？他去那边不就为了、嗯那大了现在、啊、哦大了大了大了，人家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，但是这样说，人家跟他说了、啊、那姑娘跟他说了，你要是不给我多少多少，嗯，那边媒体行业比咱们这边可不差，我跟您说，比咱们这厉害，我就给你都捅咕出去、嗯，我要给你都捅咕出去了、嗯，你看你遭不遭得住？嗯，反正现在在谈，在谈，嗯啊，反正在谈，我不怕你说这个，就是我是没想到这么快呀、啊。